民调结束之后，在网络上 po 文，那么中央党部知道之后，认为民调监督员所听到的部分资料，那不足以涵盖整个结果，而且我们在中常会之前也有类似的决议哦，那不能够去传播或评论民意调查，那么认为这样的行为是不妥当的。那么中央党部有联络各阵营的代表协商，有达成共识，那么要求他立刻撤回po文，那并且希望各阵营不要去评论或传播所听到的片段的民调的结果。我们希望整个民调的程序能够公正，能够不受到任何干涉，那能够用最真实的情况来呈现民调的结果。